Weibo King 胡歌，恭喜恭喜胡歌。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各位来揭晓的是我们的Weibo Queen刘亦菲，恭喜恭喜胡歌刘亦菲获得2022微博年度闪耀人物。忽然间才发现，好的，是那样。我们欢迎点赞人新浪集团董事长兼 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，有请曹总上台为他们送上鲜花并表示祝贺。时间祝贺两位微博年度闪耀人物，有请曹总。继续了不变的却都已改变，